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其实应该要有记者问清楚啦，到底这个指引是怎么样？对啊，因为光是所谓政治人物不能跑的话，这个就是错的啦。错的，因为他根本不是这样讲啊。我们总是要知道说，他开记者会有讲到说，哦。A 议员啊，参选啊，年底不要跑，对不对？民选公职人员。哎，对对对对对，你这边有写吗？啊，在这里嘛，对不对？民选公职人员。我们这里 CG 有写，但我再给你看图片。我们先看电视，徐国勇部长是讲说，民选公职人员跟政府官员禁止跑脱嘛，哈。那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他所限制的这些人，民选公职人员跟政府官员有没有包括要选议员的新科议员参选人？老师底下。新科的议员参选人是算不算？他还没选上，他不算啊、哦，他不算，还没选上嘛。比如说，如果说随便拿一个人啊，朱学恒好了哈，不要拿我当例子，不然大家以为我要怎么样？赵宜翔嘛，像这种赵宜翔，赵宜翔，赵宜翔，好好好，赵宜翔 ，Vincent， 口译哥，他要选嘛，还有焦糖哥哥，对不对？他们还不是公职人员，他还不是民选的，好，就他还没有成为民选公职人员，他就不在那个受限制的范围啊。那政治人物像陈时中部长啊。王美花部长啊，好，那陈吉仲 这算政治人物嘛，好，那政府官员还有县市首长，像卢秀燕、侯友宜、柯文哲，因为他们的民选公职人员在这里哈，来，这个是我们做的 CG 啊，但我给大家看，就是你指挥中心发出来，这是有指挥中心的这个字样压在这里的，有没有？在这里禁止民选的公职人员跟政府官员、啊、跑脱，以为民众表率，好，那我们先界定到底这些人有没有包括还要。这个参选议员还不是议员的人，那照我的解读来讲是没有，所以他们是可以跑的哦，好，包含了我刚刚所讲那几个想要参选人是可以跑的。第二个，什么叫跑脱、啊？跑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就是选举的这个参选人他到处去拜票叫跑脱嘛。那钟嘉宾这个跑去现场，这个跑去这个尾牙抽奖是不是？是啊。基本上我在我的认定，因为每个人认定可能不一样，所以我在讲嘛，去问一下指挥中心哈。在我的认定，这是跑脱。对，而且他是现任的，他也不是新人要选。他也是现任的啊。第三个，就算没有这个指引，还是要戴口罩啦。对啊，这跟这次的指引无关，对不对？本来就是要戴口罩了，不是吗？现在我们有取消戴口罩的禁令吗？怎么可能？越戴越紧哦。对，所以其实这就是三个不对。那但是问题重点来了，像淑慧这个，我们就好好的跟我们大新闻大报告的网友们讲清楚了。淑慧这个，他看到地方的这些有没有？对，在这里啊，大家跑去那边有行程啊。我先跟大家讲，因为这个算不算跑脱啊？它就有很大的解释空间。你的跑脱是说一个晚上去五六个酒席当中逐桌敬酒这样跑脱是不是？那如果我站在路边挥手呢？我早上七点在路边挥手，我没有跑哎、欸，我根本连走都没有，我的定底下几点钟都没叮当、啊。那到菜市场那个算跑脱吗？我在菜市场门口站在门口可不可以？老师那里算跑脱吗？哎、欸，我没有走动啊，我没有跟他握手，我没有接触啊，我甚至戴了口罩以后，我站在个肥皂箱。好，比如说那个怎么讲？台北市大安文山区马英九他们那边有新农市场，对，那蓝营的议员就会去那马英九他们家旁边了。对，我在新农市场门口摆一个肥皂箱，我站在那边跟大家挥手，这样算跑脱吗？好像不算，可不可以？好，那再来第三个部分哦，政治人物哦，泛指所谓的民选公职跟政府官，但不包含新选的人哦，他们不可以有这些可能接触，以为表率嘛。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说，病毒它是不分蓝绿的，对啊。他就是会传就是会传嘛，看你有没有打过嘛。那打过三剂人可能比较不会被传，保护率比较高哈、那现在我们有限制歌手開，我这边补充，维持二级、啊、外出全程口罩一样嘛，对不对？对。好，所以这、你是说指挥中心刚宣布？对啊，刚刚宣布。其实我根本都知道啦，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就不是那个提升嘛，是啊。要照去年的标准的话，那个西提事件一爆发就应该三级了。对，我们现在就是加严到西提之后，桃园、高雄，他，然后还有宜兰，对不对？然后台北、圆山好多，现在已经多点爆发，而且其实早就已经超过三个以上的不明来源了，是啊，早就达到标准了，他已经没有升嘛，所以他没有要升了。好，这等一下再跟大家讲，我们先把这个所谓的跑脱这个先把它讲完哦。我们现在有禁止歌手跟，我现在不是在针对演艺圈哦，我也很喜欢听歌，很喜欢演艺人员哦。歌手现在有禁止开演唱会吗？没有啊。歌手有禁止开歌友会跟歌迷见面吗？没有。没有哎、欸。那写书的哈、哦，像老师也有写书，我开这个新书发表跟歌迷有签书会，有禁止吗？目前都没有、欸。那你今天就只剩限制政治人物不能跑脱是怎样？今年就要选举，今年不能跑，那不能跑，同时你吃饭餐厅哎继续。连那个梅花座要空格也没有，然后呢，有没有要在餐厅内用？不准内用也没有限制。没有，啊、我跟你讲，餐厅大爆满这两天我有去、啊，而且连隔板都没有。那你这样是在干嘛？
你今天是跑的话会容易传染被传染，还是到餐厅拿下口罩吃饭容易传染被传染？请大家就是不要有蓝绿的，好，就以这事情来看的话，那真正会更容易会传染的事情你不禁止，你突然跑出来讲说不可以有这个政治人物的行动，然后呢讲不可以有政治人物行动的同时，他的细文内节我又发现他其实是没有包含新人的。你要不是医疗专家们，让制图专家也不错，对不对？先会举的那个例子，新北市、台北市，你不要讲说几例，光是只有两例的时候还是一样啊。对，来在这边，洪师傅公里中路只有两例哦，全台湾只有两例的时候，新北跟台北跟你写这么大。嗯，一对不对啊？对，一例的时候也硬给你写哦，单独拉出来哦。得八个新爸爸啊，我应该用这张图的啦。对啊，双北我等一下传给你哈。双北就是台湾破口嘛，大概是这个意思嘛。也全台湾陪万华人在坐牢，对不对？对对 对, 对, 对。那现在呢？昨天的是这样，昨天是全台湾本土是52例，嗯，然后呢境外是37例，嗯。那你照这样讲的话，你五十二例，你会不会想要知道？来，观众朋友，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两例的时候就新北、台北各例嘛，那52的时候你会想说，哎、欸，哪里多啊？台湾只有22个县市嘛，如果每个县市都有，通常那每个县市也大概要2例啊，是全部都有吗？不啊、找不到，没有资料。我放大一点看，哎、欸，这里有美国12例，哎，这里还有法国3例，哎，还有英国2例，境外都给你列得清清楚楚。我现在看境外干嘛？对啊，我人现在在境外吗？对。如果我们台湾都是零的时候，只有境外一路，我们再了解一下、OK、哦。那所以美国特别多，对，是不是美国的要特别、哦、去检疫中心、嗯、这才有理。台湾已经会秀高了啊，够跟你够维护啊，对吧？亲戚都不搞，跟跑光，当然先了解台湾嘛，在哪里？五十二在哪里？我跟大家讲，我昨天有做笔记，五十二里面其实28例就是桃园，桃园啦，桃园就是28例。好，那我再跟大家讲个概念哈，因为刚刚那个千惠给大家看嘛，他已经改图了嘛。改图一开始怎么可能做这种图呢？我回家了以后跟我爸爸讲说：“哎、欸，我要你给他扣掉，我扣掉没办法，我扣掉没办法。啊，你请分手啊，这我你先听我讲，爸爸，我这摆吼，我班上本讲扣掉好跟扣掉不好两种啦，我是属于扣掉好一种的。我你扣掉好一种啊，你扣几分？我都跟扣掉好同款啦，到底是几分啊？5分啦、啊，扣5分扣掉好，不，按5分跟100分都同一组啊，有这种事哦。”考5分跟考100分应该是同一组啊、哦，对不对？对，考不好的，考不好是1分的、2分的、3分的、4分的。我5分哎、欸，5分跟100分同一个同一个集聚啊，我是属于胜利组啊，嗯，5分就是胜利组啦、啊，这个就是这样啊。对，他就是。观众朋友，你在看那个图的同时，他本来是怎么做的？你要把本来的图拿出来给大家看，他的集聚吓死人啊！真的是，我真的没有看过是这样子的。你看4到100，对，来在这里，你看一下哈、哦，这个最浅的颜色。是零，对，再来呢，1、2、3、4到117，全部同一个颜色。对，我刚刚跟你开玩笑吗？四分跟100分是同款的啦，4分跟100分是一样的，你能想象吗？大家也抓个60好不好？不然你也1到50，50到100，100以上嘛，这是不是比较合理？嗯，有117，那我这里把它放大一点好了。你这样来导播，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实在是动没掉了，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我现在不是说我要黑指挥中心，指挥中心自己改回来的，他也发现这个制图是。空前绝后、前所未见、横空出世，再也不可能会有的。谁在做这种图？哦，当然我没有在学校教书干嘛啦。如果我是统计学老师的话，这个学生一定死当了。你不用再来了、啊。没有人画1、2、3、4种颜色，然后呢，后面那个第四种颜色，它从4到100到无限大，然后前面三个只有1、2、3，怎么会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你先不要看这个哈，导播，我们再看这个图。这个图就告诉你了啊。高雄现在是严重了啦，可是对不起，嗯、桃园、台北、新北也都一样严重樣。他只想告诉你这件事情而已啦。對對對對，我把这边打开一点，这是前几天的事情啦，你看这里就知道了。桃园是117，有没有？台北是、新北市都是9，对。然后呢，新竹是51，以这样的集聚来讲的话，你为什么会画成这样？是啊，你明明如果说这个颜色哈，台北市如果是深咖啡的话。那以桃园9跟117差了10倍、嗯、不止、欸、不止哦，差10倍是赶快，那你应该要是直接就是桃园都已经爆炸喷岩浆喷什么汁才对嘛、嗯、因为一个9就是这个颜色的，9就这个颜色咯，新北市跟台北市9就是这样的、嗯、那你桃园应该要直接画一个骷髅头或是写一个地狱，天啊救命啊快逃的小女孩才对嘛，没有一样、嗯嗯嗯、然后你在那个刚刚那个图给大家看，那个图刚刚那个图里面完全没有告诉你桃园是多少，看不出来啊，嗯，这还要讲吗？
你保护桃园保护到这种程度是有意思吗？今天我们没有带那个报纸呢，自由时报头版有没有告诉你桃园二十八？没有，连桃园两个字在大标都看不到哎、欸。你今天要是台北市，不要讲到二十八，台北市十五例，他就跟你讲台北市五例，新北十八，对不对？那桃园为什么不写？那你政治的因素摆得这么明显，你要骗大家都是傻了看不懂吗？就因为要保我不知道有没有啦，这个可能老师比较清楚。蔡总统真的有下令要保证才保这种程度，是不是？今天每一个县市都可能会确诊，每一个县市都有可能会传播，而且这个病毒不是我们县市长跟政治人物害的，出现了就面对就好啦。你这样是你像是在掩盖什么？你是想要怕？然后这个图能够帮助桃园的人警示说，哎、欸，原来我们这个地方很危险，所以我们要注意吗？那我们也跟大家一样就好，这个跟那个有点像啊。为什么美国没有特别标注？因为法国更严重。可是问题是法国确实比例严重，台湾现在看起来桃园最严重。你不仅是桃园人，你是怎么回事？你是除了要保证参赛，你是想要害桃园人整个警戒都放松吗？啊，大家都差不多啊，我们是严重啦哈。可是其实看起来新北跟我们一样严重啊，没有哎、欸，你比别人严重很多。那为什么要这样？指挥中心为什么要这样？那现在改回来了嘛，对不对？对，改回来了。我就问第一件事情，就是谁叫你一二三跟四到一百一十七是分四个级距的？哪有人这样分？你至少一到十一个，十到五十一个，五十到一百一个，一百以上嘛。我随便想，我都是这样子，这样才能拉出距离嘛。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万以上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万。如果等到我们以后有五千、有一万的，那你级距又要变了。好，一百以下的。一千以下的、一万以下的跟十万以下的嘛，是现在不是这样做吗？图改了之后，一二三四，写的做啥？对，他图改了之后就是集聚变了啊。而且一开始集聚就没有人在一二三四的嘛，你以为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你要做体操哦？没有人做一二三四这个集聚的，所以我真的无法理解。那当然只是一个图，你不能说他干嘛。可是再配合上这个，你就看得出来了嘛。配合上这个，你就知道他完全不要把我们台湾的五十二例是属于哪几个县市写出来。可是明明以前。有新北、台北的时候，他都写这么大的、啊。观众朋友，我看这个哈，我不要再激动，然后他又狂暴了哈。你看看上面这个哈，这里是日期，2021年8月15日有没有？然后这个今日 COVID-19 有没有？来，导播你就定这个卡哈，我换一下给你看哦。换了一张，你们发现上面没动，因为它是同一个模组啊。上面这个今日 COVID-19 的确诊病例是不是一样了？对，是变下面而已嘛。对，那你为什么以前模组是这样，现在变成这样？啊，你说因为加入国际的，我也了解国际啊。谁告诉你讲国际的时候，你就不可以讲台湾？对啊。而且这种时候，美国是12例还是20例，有比台湾到底哪一个县市有20几例来的重要吗？对，你的 information 是我们不想知道的。你被骂刚好了，说实在的我就讲到这里。不是，还是说他让大家觉得说哦，提高警觉，这个全台都很。你知道都很紧张，那他以前新北、台北干嘛？两例根本就你可以不用解释啊。今日还好啦，这个没有对不对？就是四舍五入的话，两例就等于就没有了。我们今天就不用开了，是不是？那你为什么新北、台北要各一写那么大呢？一哦，看哦。但是今天20几的时候没有，那就很难怪人家讲说民进党执政区，而且特别高雄跟台湾就看颜色桃园。好，一个是郑文灿，一个是陈其迈。对，秀敏啊，明啊，我们今天在结尾啦。慈母多败儿，你真的这样做到后来。人家反而会觉得说，我们的县市原来没有那么好，是媒体做出来的，是民进党执政宠出来的。然后呢，然后我们现在很严重，我们现在很危险，我们是不是太宠郑文灿了？你反而害死郑文灿了嘛？你越是希望他，那跟我之前讲朱立伦也是很像啊。你越是希望他有怎么样，你越是想要保护他不要受伤，他越是受伤。郑文灿这次这样子，人家桃园人看了都会觉得讨厌的。你就好好写就好，你现在要暗砍就要冲啊，暗砍问题就讲你做搞哦。好，所以其实我相信，这可能也不是郑文灿要求的啦，指挥中心自己做图的啊。是啊，你把它盖牌干嘛呢？对不对？凡是盖牌，我们都觉得不好啦。